副市长袁成总先生，台南市副市长袁成总先生，新林文化局局长叶基，绿林柳营在天院，总的讲，这个停车费总的哈，纪念林荫的家，柳营人不尽怀百岁灵魂，举办了超级夜场会。哦，本来早上有下大雨，哦，现在雨歇了，雨歇了，刚好可以看这个活动。那大雨一来就不怕雨了。哦，赶紧赶紧。